王子毅一直都很稳。特别留意这个舞台上的这个一些的动作，怎么带气氛啊，这种我觉得他们完全是成功的，有用心的去想每一个细节的点，每一个踩点，包括互相之间的配合，一些类似于像击掌的动作啊，指着耳朵啊，让大家会有一种倾听我说的话到底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。哇，把王嘉尔老师这首《巴比龙》展现得非常的棒 ，Justin， 这一次你第一次当了 C 位，压力大吗？压力很大，尤其是跟这么优秀的三位那个哥哥们一起，所以压力更大了。那你对你现在表现满意吗？还可以吧。可爱可爱，我们的坤坤有什么想说的？首先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因为现在在过年，你们能赶过来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，很幸福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朴凡，你里面的衣服是蔡徐坤送给你的吧？对，我剪他的衣服然后染成了绿色穿的。对，我剪二手衣服是性感的雕。来，子怡，对于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己觉得跟兄弟们在一起很开心，很享受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很开心见到大家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，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很棒，全民制作人们准备好了吗？请投票。